像好看着，红灯再闪，蓝灯常亮。那会不会红灯常亮，蓝灯再闪？那就现在就你就变色。那这个呢？这里持续录像。哦，它不是红灯一直亮着是持续录像吗？这个，红灯。哎呀，好多个信号。说明它是有多少种情况，是有三种情况，一种红灯亮，一种红灯常亮，一种蓝灯闪，红灯常亮，一种是红灯闪，蓝灯常亮，还有一个是蓝灯亮，四种。对啊，四种嘛，一种是移动灯，一种是红灯常亮嘛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情况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太复杂了是吗？讲的。现在是什么我都搞不懂。看一下。蓝常亮，红灯闪亮。现在是蓝灯常亮。哦，不是那个移动侦测吧？哎，我现在按一下，这持续录像看一下。